干啥？这门的话，换打印机，这个标签纸啊，你要看一下，注意一下走线。飞头上几个最好是把它撕掉啊，然后把它拆掉。拆上之后，它从这边绕下来之后，你看它这个舱门上是这样是打开的，这样是合死的，这样打开之后，这纸从这个拿到这个缝，掰过来之后绕上来之后，它这个收纸卷儿啊。再把它穿进去，穿进去之后，然后把它绕一下，把它拉紧之后把这个端盖盖上，盖上之后，这个扣盖我们注意一下，是这个平面处理。这样标签就安装完成了。